哎呦，哪里痛？我这里痛，啊，还有这里痛，我还发烧了呢。发烧？没有烧啊。哎呀，真是倒霉啊！好不容易放个假就生病了。哦，那我去请医生。哎，别，你帮我看就可以了，哎，不需要请医生了。你快帮他看一下，他好像很严重的样子。哎呦，你忍耐一下，医生马上帮你看了。哎呦，坐下来我看一看。哦，是不是肚子痛啊？不太像。哦，哎，把衣服拉高一点，我看一看。再拉高一点。嗯。是不是这痛？不像。哦，那这里痛不痛呢？也不像啊。哦。这痛不痛？好像就是这里吧。啊，对了，你是得了急性盲肠炎，啊，马上准备开刀。啊，哎，你放心，我的外号叫陆一刀，绝对不会有第二刀的。不，哎，我现在已经好多了。哎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哎，我别叫他了，你真的以为他是急性盲肠炎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他这一招啊，我小学的时候就会了。不会吧？他看起来蛮有气质的，啊，应该是不会骗人的。也许他是真的怕开刀。哎，嗯，气质，我都快被他气质了。嗯，这个是你的，在你衣袋里头找到的。谢涛波。为什么要刻这个字？当然了，艺术家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刻任何东西在石头上，你可以刻神明，也可以刻魔鬼。这就是告诉大家，一个人活得愉快不愉快全操纵在自己。你能刻恨，也就能刻爱。对了，我住在洗衣厂里头，没事到我这儿聊聊啊。第一次的相遇，看到窗口那个小妞没有？我早就看到了，你到现在才发现啊？她一个人坐很久嘞。我知道啊，请她过来坐吧。好啊，你去。老规矩，寻找着我们可以彼此接的地方，相互捉着我们可以彼此重叠的轨迹。第一次我呐喊，我不甘幸福在你眼底，我彷徨，我愤怒，蓦然间。谢谢。你们不是高雄人啊？我是台中。啊，我台北。我啊，最喜欢中正艺校的学生了。真的？进校礼毕。小姐，请问贵姓？我姓王，王曼玲。学长，你们有事吗？报告学长，没事。你们的位置呢？报告学长，在那边。那这个位置可以让我坐吗？报告学长，当然可以。对不起，我知道。我彷徨，我愤怒，蓦然间不再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明年我就跟他一样大。
什么明年跟他一样大，除非他留级。快点！说，十七岁是做梦的年龄，在这里，似乎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我们有梦，他们希望我们活在现实里，紧凑的课程，规律的生活起居，似乎不让我们有做梦的时间。快一年，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变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的连长。你进来了。他就告诉我们，他的外号叫柯大锤，小心被他锤死。原以为他真的像电影中的魔鬼连长，没想到他是个标准的面恶心善的连长。连长好。最好玩的是，看到女人就会紧张，尤其是我们的英文老师。听说他的皮鞋特别容易坏，是因为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暗恋他很久了，又不敢表明。我们实在很同情他。嗨，柯连长。哎，朱老师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是啊，在家也没事，早点回来做准备。天气还真热，买饮料。要不要来一罐？哎，不，我刚喝过，我要去教室看一下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哎，吴立正是个憨直的乡下人，他很节俭，也很孝顺。每个月2000多的薪饷，他都会把整数寄回去。因为他的名字叫立正，所以常常让排长莫名其妙。什么事？报告孩子，没有事。对，张志坚一直是被长官们视为顽劣分子，因为他并不怕开除。可是最近乖多了，功课也好多了，好像开始怕开除了。原来学校里有了一个心目中的白衣天使，可是他最怕看到陆医生，因为怕他开刀。啊，陆医刀！哎呀，糟了，我哥来了啦！哎，我先走了。不行不行，来不及了啦！我哥肯定就走了，你赶快想办法，怎么办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今天的湖水不是很美吗？啊！哎，哥，你从哪里来啊？哦，我去看陶班长去了。哦，陶班长他怎么样了？不太好哎。哦，对了，看完了湖早点回去啊。哎。志坚，快上来啊！这地方，以前我并没有这种感觉。所以我离开了家，没有想到在这里我找到了。这四五平大的小屋子里，这年逾六旬的孤独老人，他给了我所没有的。慎重啊，千万不要被环境所左右，
不要被环境摆布，应该在各种环境里去改善环境，去体认，去历练。你有没有跟你父母像这样谈过、聊过？他们没给我机会。应该制造机会嘛，去听听他们的，也让他们听听你的。他们只想我考大学，去留学，然后跟他们一样，每天在办公桌上忙。孩子，这也没错。我讨厌我继父。他对你不好？没有。那为什么呢？当然，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母亲改嫁，可是你有没有替你母亲想一想？陶伯伯，主要的是我继父是我爸爸的好朋友。有弟弟妹妹吗？没有。他们没有再生？孩子，你恨他们，就表示你还爱他们。去了解他们，去谅解他们，也许你会发觉更爱他们。放假回家多跟他们聊聊。陶伯伯，放假我可能回不去。为什么？你以为逃避就可以躲过一切？你以为不回家就会解决事情吗？在这里你只能躲过三年，以后呢？继续的躲。我问你，你每天只想躲，怎么当个好军人、好军官？将来怎么可以去领导别人？狮子、老虎，他们能在山林原野中称王，最主要就是他们能面对现实，克服一切外来的侵害，他们才能高枕无忧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像狮子，像老虎，不要像老鼠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暑假开始，也就是一年级结束，我希望你们把预校的精神带回去，预校的风气带回去，切实遵守校规，让你们的亲人朋友觉得这一年你们没有白费。千万不要违纪，丢预校的脸，丢我的脸，丢你们自己的脸。最后，我希望大家快快乐乐的回去，快快乐乐的回来。完毕。日本战国时代有三位名人，从他们对待动物的方法可以看出他们成功的因素。第一个叫织田信长，他看到杜鹃不叫的时候他会杀了它。第二个叫丰臣秀吉，当杜鹃不叫的时候他会想尽办法逗它叫。第三个是德川家康，他会一直很有耐心地等它叫，结果德川家康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像前面两个那么急躁和用心机，而是以忍耐赢得了最后的胜利，所以后人称他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我懂您的意思了。儿子，军人的路是漫长的，成功与否
就要看谁能撑得最久，熬得最长。是，长官。你觉不觉得你很过分？我在这里很好，你应该放心。自己的儿子没有信，没有电话，你叫我怎么放心啊？你应该关心你的事业。你还是没变。你错了。当初，我就是为了不让你担心，才来念预校。一年里，我改变了很多，我变得比以前更能独立，我得到以前所没有的东西，所以你更应该放心。我希望你变得不是更独立，而是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聊聊。我等过很久，可是你没有。当时你还小，很多事情你不懂。你要知道，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要到一定的年龄你才会了解。都那么久了，知不知道不是很重要了。你是怎么搞的？妈什么地方亏待你？妈哪里对你不好？不错，我是改嫁，可是我为什么？当时你那么小，家里总得有个男人。可是为什么是他？本来退伍以后想在这住下来，可是我这个人呐，耐不住寂寞，待不了几天就回去了。养养鸡呀，帮你们洗洗衣服，看你们年轻人来一批又走一批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，这日子就愉快多了。孩子，学校里有很多社团活动，二年级了，可以去参加了。在社团里跟别人可以多接触嘛。人不可能一辈子靠父母，但是人可能得一辈子靠朋友。不要把自己锁在一个人的世界里。是的，陶伯伯。一年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过去了，不知道是白衣天使的力量，还是我真的爱上了钟心庄。但是不管是什么力量，往后的两年我将会找到肯定的答案。你们认为柯大锤跟朱老师配不配啊？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哎，你怎么乱讲话啊？明明是乌鸦配凤凰。这是啊，槟榔加咖啡。哼，那啥呢？我想啊，柯大锤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至少我们该想个点子让他知道一下。不成啊，让他死了心，成了呢，我们的日子也会好过一点嘛。嗯，你少做梦了，成了我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，万一要是不成的话，给他知道是我们搞的鬼，那不求了。哎，哎呀，将心比心嘛，世界上最苦的就是单恋了，我们就帮他一次忙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怜他一次算了。哎，刘三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希望他不要过河拆桥。
大家好好的自习，下课以后自动回寝室，我有点事先离开。是的，院长。连长要去约会啊？吵什么吵？你们是不是想跑3000公尺？不像话！啊，那也要厉害，还没有过河就炸桥了，就没意思哎，没风度了，爱家假设你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已经等这么久了。才5分钟嘛。啊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啦，看你紧张的。今天月色不错啊。每天看，有什么好不好啊？哎，你约我来就是要跟我谈这些啊？啊，不是你。我什么你啊我的，不是你写信约我说有事要找我谈吗？朱老师，你弄错了吧？嗯，是你约我来的。我知道了。是你家的好学生，一群捣蛋鬼，这些混蛋。我看呐，是你管教有问题。你不要批评我的学生，我管得好不好跟这件事毫无关系。哎，你蛮性格的嘛。我本来就很性格嘛。哎哎哎，你干嘛？我又不是你的学生，你什么意思嘛？对不起，其实他们也是好意啊。怪不得啊，你还护着他们。有一点，不过我还是要教训他们一下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你真的还要处罚他们？当然，当然要处罚他们一下。那好，等你处罚完，我在福利社请他们喝汽水。真的？嗯。以后我敢不敢？不敢，又不敢。给我站着响10分钟，10分钟以后自动解散。是连长。解散以后，到福利社向朱老师报道，听到没有？谢连长。嗯，不像话。程式基本概念，资料进入机器由程式处理成为资讯。现在举个例子给大家看，这个是测试键盘的程式，例如荧幕显示 A， 我们就按下 A 键，显示 B 就按下 B 键，以此类推。现在测的是小写英文字母，所以 Cap Lock 按键要在上浮的位置，如果操作不正确就会出现铃声。武立正，哟，连长找你。
谢谢。啊，出来一下。有件事情告诉你，不要难过。你父亲刚刚去世，这是电报。不能跟他们一起念完这三年，我心里很难过。不过，你家里更需要你。谢谢连长这两年来教诲跟照顾。现在你要照顾你弟妹，至少学校给了你很多经验。是，谢谢连长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连长再见。